Hello，朋友们好，我是老毕。现在没什么生意做，因为现有的柴火、现有的泥土，直接拿来打窑来窑鸡、窑红薯。哎呀，没生意做，干脆就窑鸡娱乐啊。整条街过去都是商户，都是商户，在这里都没有客人。我两个窑都是隔壁这伙计打的，这伙计会弄啊，弄了半个小时不到吧，弄了两个窑出来。你放酱油。你们家用电多吧？让它腌一下，再拿荷叶包就可以了。再包一层，我要它洗得够干净的。对，再包一层锡纸。红薯这些也得包一下。热闹哦！整条街过去没有一个客人，都是商户。这车会开呀？这个老板车开了开几天就行了。现成的土。花店打牙。不要丢啊，老大哥。没关系，脏了就不吃了，那个脏了就不吃了呗。你刚才估计过了，你呢？出来，开始放，开始放量。这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慢点，这个手脚专家要把这个灯拿出来，那些东西白虎子。你看这手法，熟练的。丢沙流啊！看师傅怎么弄啊。这个炭你要吧？哦。这个炭搬回去吗？是我也感觉这个炭为什么丢外面没用啊？都说生意不好做啊，但是娱乐也不能少。好了，要准备去把那些窑拆出来吃，开吃了。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喜欢老毕视频的朋友点一下关注啊，下期见了，拜拜。哦，油都漏出来了。啊，这么多油。爽了。这都太想去哪里。小孩子都回来喽，准备开车。都戴着手套的，戴着手套的。他的手太小了。啊，没事的，你戴着。